两个都十七岁，二十你们十七岁再过来一点，真的配啊！哇！怎么在一起？等一下，好随便的节目。我要叫那个孟山，你先来表演一下，你叫声，擦一下，让我们听一下感觉，来来来，好不好？要，擦三声，擦一下，来对着对着这个机，对着他，擦。冒牌的吧？对啊，隔壁金华国中掉来的。怎么样？为什么你的叫声这么那个温柔？比较不擅长吧？所以你的表演跆拳道比较不是着重在叫声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啊，没有人着重在叫声吧？总觉得妹子应该叫一叫就赢了吧？那跆拳道也有分段数的吗？啊，什么黑带什么带的那个？对，现在是什么段数？三段。三段是怎么分？怎么分？最高是三段，然后升四段要等22岁才能再升。啊，所以是因为年龄的关系，不能再升，不然的话段数已经可以更高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跆拳道也是分那个什么颜色的带子那个？黑道是黑带。黑段。黑带。黑道。来找你，哎呦，对啊，所以你的感觉上就是有没有办法，就是等一下跟我们弟弟来一个这个 PK， 对打，对啊，有打过男生吗？吼，有跟男生不会手软吧？啊，不会啊，我们弟弟也不会手软。小富，听他这样介绍，我觉得等一下 Prince 跟他对打后，再唰，然后就被他踢倒了，对，是飞出去这样。会叫，那你觉得练这个跆拳道，哇，照样烧心啊！就是最辛苦、最苦的是什么？训练的过程当中，降体重和那个体能的训练吧。体重啊，你们要保持体重吗？对啊，就有量级的限制。可是你这么瘦，对啊，是刻意节食维持这个体重？就国中的时候都在讲，对啊，他们发育期不能吃东西，呱呱来，呱呱你，呱呱来。是讲话这种感觉，讲话如果是这种感觉，他说为什么昨天跟别人出去，然后你就跟他撒娇，两个现在演一段，你要凶一点，昨天对，凶他，乖乖妹，对对，干嘛跟别人出去？不高兴啊，曼姐啊，很凶啊你，哎呦，训掉了 ，hero 来 hero。好，来，你现在假装好，他昨天跟别人出去，你现在很生气，一开始先道歉，然后他还是不接受，你就俩拱，哼，就俩拱，踢他，好，一杯杯 ，action， 干嘛跟别人出去？不是故意的，这样就算了吗？对啊。那你想怎样？我先叫你不要跟别人出去。哎，你们怎么太弱啊？你那是什么哀求的声音啊你？你我知道 Hero， 你现在很怕被打，对不对？听到我在旁边叫声。没有，刚刚 Hero 说，我觉得他突然说很踢我。老姐姐。没有啊。明明我也有听到 Hero， 不然待会儿 PK 一下了，如果你没话就当你没说，不过也很难吧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战绩了，好不好？老师也有奖状，老师的战绩不是开，哎，他这个真的是太恐怖了。什么样的冠军讲一下？全国青少年冠军，17岁就这样哎，铁公叫什么？拿冠军，对，拿金牌。所以我们要找两个，就是好像可能很会跆拳道的这个阿本跟 Prince。没错，也是要来场 PK 赛。阿本，你现在在这边给我耍帅，等一下你会不会被揍很惨？好啦，呛虾了，呛虾了，来呛这一只，呛虾。这么小一只，你受伤吗？不错，这个有气势，来 Prince。
嫁嫁嫁。其实我很怕他。你这哪太好笑了，你这才还是要呛。好了，还是要呛啊，还是要呛。你是男子汉。嗯。那后面跟我一起呛好不好？一起吹。好。一、二、三。吹。老师换你呛了，老师很厉害，期待老师呛下。那个对对对，真的发狠，比赛前的那种呛哦吼。嗯，来，你们看起来那么弱，谁怕你们啊？哦，每个那个美女来都装温柔哎。对啊，到时候你们就呆了。真的，好了好了，等一下把实力拿出来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请老师换衣服。超可爱的台学美女猛山会如何对付王子还有阿本呢？男孩们会缠斗修理吗？广告后全集 PK 再激烈登场。就是啊，让我们欢迎第三号孟山跆拳道高手，还有我们的阿本哥。实在很不好意思叫你老师，因为你真的很小，但是穿上这一身整个杀气就来了。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跆拳道的比赛到底要怎么样算是赢，就是比赛规则是什么？就是得分嘛，就这边这边还有这边还有头啊，然后就是三回合啊，然后两分钟，然后第三回合结束就看谁的分数比较高。哦，所以就是也是跟那个刚刚那个柔道然后拳击一样哦。所以老师你觉得他们两个是看起来怎么样？感觉有没有 Prince 是有受过一点训练啦，我们阿本就是看起来很厉害、哦、看起来还不错啦齁。所以等一下呢，现在就直接来 PK 怎么样？你们觉得那个要撂倒老师难不难？我觉得先让老师表演一下会好，他们见识一下老师有到底有多厉害。好，来老师你先站在这边吼，然后给我们秀个两下。哦，棒棒，男们要帮老师拿这个道具，然后老师就要开始为我们表演一段这个击破。老师请准备。小玉讲一下，小玉，小玉，你刚刚不只是板子被踢破，心也碎了。我刚刚不敢看，我只看，就是有感觉踢到我手会很痛。对啊，那有没有觉得老师很厉害？好强，他踹破板子，然后还踢到我手。真的，小黑人咧觉得，刚吓到拿着都抖，手都抖。真的，而且踢小黑人那块超厉害，因为小黑人高嘛。对。就老师这么小一只，就老师是用那种漫画中很著名的那种抬起来的这样，走跟从上往下劈的感觉。小杰咧，你觉得？就我刚刚想说小女孩一个要不要帮她折断，就这一想的时候一阵风过来就断了。真的，本来想要帮一下她，根本不用帮。老师也太强了吧。老师，我想看最后一招。最后一招小黑人那一招。好啊，那你要不要来拿板子？这样才有亲身你啦，亲身体验的快感。突然觉得自己多说多错的感觉。真的哦，可以吼，可以吼，小心，好，手指小心哦。好，老师可以吗？由上往下劈。哇，真的强耶，老犬觉得嘞？如果被刷到脸，应该很爽吧？冲肩正刷，好啦，谢谢弟弟们。哇塞，谢谢。那个谁，我想看 Prince。你会吗？你会吗？可以。Prince， 你可以吗？你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？好，那给你批一下，然后老师讲评一下。预备备 ，Go！ 哇塞，这根本就是少林金刚腿嘛！王子太厉害了。小时候练过，就是现在还 OK 这样子，有练底子。所以不是只是。